家好，我叫洪德子，沙赫达提，哈萨克族。2016年，我嫁到锦绣密山缓迷人的玉米县。2019年，我开了这家劳拉婚纱礼服店。我店里有各种婚纱礼服，民族服装。我还专门去乌鲁木齐学的纹绣化妆、美甲等技术。现在人们的生活品质也提高了。对美的追求也不断的提高，而婚礼是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我的工作就是把每一个到我店里来的顾客都以最美的形象展现给大家。我很喜欢我现在的这份工作，我用心的把它做得更好，把幸福和美好